这个男的应该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他不叫女朋友，他有的是男朋友，他根本不叫女朋友，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他不叫女朋友，他有的是男朋友，他根本不叫女朋友。你看昨天一博啊，在那个珠海参加了一场亚洲最高级别的摩托车赛事，2019亚洲公路摩托车锦标赛。王金博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肖战，然后作为一博的好朋友，然后所以一定要来给他扎起。他俩的这个戏啊，播出之后啊，引发了全球的热度的关注啊。两位年轻的主演觉得受到大家喜爱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参加了一场亚洲最高级别的摩托车赛事，2019亚洲公路摩托车锦标赛。